一场唔输得嘅游戏，一系就唔玩，一玩就要赢。关乎每位病人嘅生死。对于呢种自己乱咁食药又完全唔理自己条命嘅病人，系绝对唔会翘埋对手唔理嘅。喺场上，即使伤痕累累，你哋啲药剂师冇咗医生，就咩都做唔到啦。醒来，走！佢哋都绝不气馁。药剂师就为咗咁而存在噶啦，我系冇可能放弃噶。加油！Hitachi 日立家庭电器呈现灰姑娘药剂师，星期一晚8:00。